男人说正事，我心里亏啊。哎，大龙，什么代志？你的包帮我需要检查一下，看有啥物奇怪的物件，那有你不准走。这边有啥物检查我的包包？ 安怎？你俩成功，我的包包里底有啥物？窃听器、监控摄影机。我若真正想要知影你的秘密，我讲不出来离开啊。可再讲，知影你的秘密，或者是跟你作对，对我有啥物好处？八哥，你敢有所有勇气款抬头来侮辱我糟蹋我？既然恁这么无信任我，那恁无要紧，我从今仔开始，我袂阁出现伫恁的面头前，嘛，请恁莫来我的店面。 阿哥，芙蓉是我的朋友呢，你安怎对他？你好心歹做来知无？可能你的想法我想太侪，不过你有想过哟？咱咧做实验的代志才拄够不算尔，江大金就走来公司查销，你叫我表演装卖想遐侪，我甚至怀疑白芙蓉接近咱树木店的。喜欢伊，喜欢伊，江大金明安尼做，都是要替吴花，要江大通报仇。 这个芙蓉是在国内都拢无，非得这查某信袂过啦。李家明，我嘛是爱提醒，不管是公司的机密，还是咱的秘密，上好拢莫甲讲。白芙蓉这查某，毋是普通的查某，伊绝对甲你食狗狗，拆下两包。你莫生火生到烧到家己，上尾啊，连家己啊死都唔知。大哥，你真正想哪想过多啊？ 芙蓉伫咧大通集团的董事会顶管，已经证实感觉所有的人安尼，咱来凭这点，我能真确定，伊甲江家的人无任何的牵连啦。拜托你，莫来干涉我交朋友自由好无？应该安怎做，我家己有参杂伫咧。我即摆要送芙蓉倒去啊，这个红酒你偷偷家饮。 李家明，嘛是虎背起阿斗，一个来路不明的查某嘛，甲伊博感情，三万安尼死嘛唔知。好。 是嘞啦，我知你真生气啦。啊，老爸伊过程就是安尼，伊做代志真顶心啊，无相信任何人，毋只爱处处为难你，你莫甲计较啊啦。我嘛无想要甲伊计较，啊，毋过伊一直对我有心眼，处处针对我，毋若怀疑我对你的生意，甚至连我是失败，想要失计你，你想怎毋想看卖？我甲江大金迄款失败才斗相共，对我有啥物好处啊？好啊啦，莫生气啊啦。 你是有见人心嘛？啊，老爸对你的观感根本都无重要，上重要是我对你的信任啊！你这个老爸当作是啥哦？脾气真歹的狼狗啦！啊，伊讲的话哦，你拢听袂落去，是安怎？因为伊讲话拢是，嗯。好啊，我会看你的面子，莫甲迄款无礼貌、搁自以为是的人计较。 你赶紧回去啦！我家坐车回去就好啊。啊，若无小等嘞，一只旺旺，若是我起笑，看到就你就唔好啊。嗯，安尼我袂放心啦。你若是我开车送你回去，哎，我就不开车。你若是跟前辈送我回去，保安的呐，咱坐客运车，先送你回去，再送我回去。你若是真担心啊，好吧，我不然开车。 哎，细姨啊，你是安怎无咧看咯？还是啉伤多啊？啊，毋是啦，你嘛知新鞋我会夹脚啦。我真甲这双鞋也毋得，伫穿到这下底拢无甲歹去啊，佮毋甘满啦。今仔日是。啊。
我真正无骗啊，安尼走路真危险呢。我看安尼啦，你生日我无送你礼物，我拄好有一个人客协助手工皮鞋，伊技术真好，伊做鞋啊绝对袂假卡。明仔我就订一双手工鞋送你，当作是你的生日礼物。你要送我鞋啊？你敢唔惊我对人走？找手指了，伊也袂回来呢。我是来看你的。你是病人，应该是我去找你才对。我先去泡一杯茶给你。这经文都是圆圆抄来要回向给守正，要替守正祈福保平安的。伊唔但对守正好，规个心嘛都拢伫个守正的心上，啥物代志拢替守正咧设想。这么好的查某囡仔，伊煞唔知好珍惜，竟然规心干焦想要报仇，想要伤害柯威，欺骗圆圆，伊做遐一个歹代志。我是要来替你弥补嘞，彩燕姐，你看我准备什么物件给你？是你上爱啉的西兰红茶。你哪会知我爱啉西兰红茶？我大顿甲你出力，你拢点这個，所以我就记开啊。啊，顶摆等去美国，我就专工找一间茶叶专卖店，买一挂回来放你处理。哦，你不管什么时阵来，拢会当啉到好啉的红茶。来，啉看麦，敢有合你的口味？西柚，足烧的。多谢。圆圆，我甲守正。无代你对阮遮尔好，彩燕姐，你是咧讲啥？你甲守正一直拢对我真好，啊，所以我对恁好嘛是应该的。圆圆，守正伊敢真正对你遮尔好？嗯，守正一直对我真温柔、真体贴，而且伊对我有天大的温情。当初心仪需要换肝，伊摕家己真重要的新药研究，甲李佳明交换条件，李佳明才愿意救心仪。守正比心仪的亲生爸爸搁较关心伊、爱伊，若是无守正的出现，阮母仔囝的缘分嘛无法度继续落去。你着真正相信伊，守正之前捌惊骗过，敢讲你唔惊同款的代志搁发生？我唔惊，因为即摆的守正甲较早一定无同啊。而且我相信，
就算伊惊骗，我嘛有法度甲伊约倒来。圆圆这么相信守正，以后受的伤害一定会更较大。我是不是应该甲圆圆讲出真相？彩燕姐，你是在受伤？是不是身体不爽快？圆圆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什么代志？阿姊，你哪会走来遮啦？彩燕姐哦，是特别来看我的。是哦。我形容想到，我搁有代志爱办，我先转来。彩燕姐，啊，你咪就有话要甲我讲？嘛，有啥物重要代志啊？无，阿爸再搁讲。嗯，彩燕姐再见。是，我上。正，你到底是在创啥？你敢知影？我拄才看到圆圆在抄经文，伊是在替你祈福，祈求你平安。伊这么爱你，用心要对待你，你哪会忍心伤害一个对你这么好的查某囡仔？阿姊啊，无需要你甲我提醒，阿圆圆对我的好，我比啥物人搁较清楚啦。我承认啦，我捌因为哦对国家的怨恨，啊想要利用圆圆甲伊报。啊，不过我心也是麻做的啊。圆圆对我遐尔好，遐尔相信我，我实在是不忍心甲伊伤害。但咱今仔起来老老实实讲清楚，至少莫害对你付出，莫害对你有任何唔嘛。我嘛想要安尼做啊，但不过今麦规个股价乱糟糟，你认为我伫这时阵甲伊分手安尼讲对？我是烦恼会造成圆圆搁较大个伤害。阿姐啊，我知影你听着，那你要答应，我尽量莫去伤害着圆圆，甚至莫好好爱，会永远拢无机会知影代志真相，安尼讲会？为滴不管安怎，我不准你伤害国家的人。我搁提醒一摆，卡准你若不爱听我的话，你就莫怪这阿姐会大义灭亲。时间真晚，我卡早等去休困。你嘛是，我先来走。芙蓉，时间还够早，倒来陪我饮一杯。大米，我来替你倒酒。酒店要去巡巡看看的，所以这杯饮完，你就要让我离开哦。我应该袂用的，我先来走。芙蓉，你是我的员工呢，酒店嘛，你就交我爱你去处理掉。敢讲我这当处长无重要？我当然嘛是以公司为重，
所以我才会想讲，赶紧去酒店顺顺看看，较早回去的。安尼明仔载透早，我才会当较早去公司看公文啊。啊，那无，你爱我这个执行副总是要做啥物啊？做花瓶哦，我才无爱。谁有敢讲你是花瓶啊？讲你啊，讲马上要开除。你明仔载，看我入面，国家董事长讲的遵守。你今仔日在老外陪我啉几杯啊？咱好好讲心事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才多酒啉尔，你是希望讲？我明仔就因为饮酒醉请假，无去上班哦。就算讲你无追究，那你同事是变怎看我？以后我所讲的话，应该会服从啊。这敢是你想要看到结果啊？有我这个当处长的嘞，我讲的遵守，你唔免惊哦。你应该。在老外陪我，佳敏，来安尼啦。芙蓉，你敢知影？我是看你需要你。我怪在我里就来得更美的，我那不我都不要脱身吗？佳明，佳明，这间厝内底应该有一个爱跟老爸合作的亲骨。到底上有什么所在？一点么线索都无。你还袂啉过？安尼嘛不是办法，我总是袂当找到天光。若是汹涌爬起来，也真麻烦。我把钱来做好啊，了后才拍算。我相信以后一定更有机会。你啉醉啊，所以我先来走啊。多谢你的款待，林刚才来拜访。芙蓉，佳敏，你来滴。嗯，你啉酒醉已经困啦，我先来走。啊，阿小姐，稍等一下。既然讲呢，我就直接讲互白啊。拄只伫路诶，我拄着你甲佳敏，我看着你位佳敏下来滴，毋知提出啥，
我想想可能是窃听器看物件，所以我就对过来。李董嘞，昨暝的夜可是歹去，我有替伊检查，啊，不过并无亲像你所讲的迄款情形发生。你是不是看唔到啊？误会啊？是不是误会？我想你家己心内底想该清楚啊。我问你，你这根假面不掉，到底是啥？那呢，你嘞？你跟李建明敢不是已经断绝关系，该挂出你家？想怎你搁这么关心伊啊？下面这囡仔，国康做不是款，不管怎讲，我也是乔恩一大汉的爸爸。反正有人在伊身躯边，在到底是在暗想啥，我知影了，当然也是烦恼。金刚，你到底是在想啥？李董诶，既然你对李佳明还阁有感情，你就应该好好管教伊，莫让伊伫外口做歹代志。伊身躯边确实有一挂无正派的人，啊，不过迄个人绝对毋是我。我相信你应该看会出来。啊，若是我想要做啥物，我无需要向你报告。好了，既然你无想要讲，我唔来去逼你啊。我只想拜托你，不管你到底是得心算盘，老子就是你老家面，卖回来。这得看李佳明什么时阵申请，知影伊家己行唔对路。李董，这杯。李佳明啊，伊拢真小心，讲话嘛真注意，所以落几波无落落什么重要线索。啊，不过伊也是有讲到要用大通集团进行实验的代志，这就代表白小姐的消息有掉。只不过是什么款的实验，那叫你心比。老爸果然刚走来找李佳明讨论。那是正正当当在做药啊，根本就不老爸的代志。所以我想讲这件代志啊，是绝对不单纯的。老爸是一个用毒高手，伊跟李佳明合作，搁被利用大通集团的实验室。我烦恼，伊是要用实验室进行什么计划？那是做出什么危害社会的代志就唔好啊。因两个最近常常见面啦。这个表示讲这件代志有可能已经开始在进行啊，白小姐，另外你敢有发现什么线索？老爸对我非常不信任，伊甲李建明讲话拢会提防我，所以到目前为止又无什么线索。因在你身边，一定是要做违法的代志。大通，我烦恼公司的名声会肯毁掉呢。其实我感觉嘛无需要伤过烦恼啦，因为因两个即马只是讲话，并不是一个证据，而个证是讲因在做什么代志，咱嘛唔知影因到底这个实验是咧研究啥物物件，所以大家无需要伤过着急。回弟，我即马伫大通集团，我会继续调查，只有消息得马上通知您。白小姐。就像你讲的，你即马还去监候李佳明，嘛等于在监视。啊，不过老爸对你也是有提防，所以我是希望任何代志尽量少过冒险。你放心，我会注意。白小姐，你为了大金冒这么大的风险，你敢真正无要甲大金讲？安尼大金会一直误会你呢。其实要进行这个计划之前，我都已经有心理准备啊。我再讲，这个计划，若是缺少大金，对外误会，
李佳明更可能信任我，所以无啥替我烦恼啊。看起来大金会当认识你这朋友啊，真正是福气啊。我个人希望这件代志会当赶紧结束，我派人付出代价。我相信大金最后一定会当谅解。既然你这么坚持，我就尊重你的意见。